小姨比较热情，喜欢一点都没有干。那不如我都不愿意干，好不好？看清晰。我说你们都来了一天了，一点都没干，只有干了一点吧。我们来了一天。我接下来走就还有，他们来了一天，难道还没铺彩？好的。我们一出来就发现。这铺上面还是叠的？外面吧，有人说。啊？你不快来吗？不是，打开。